我的东西啊，先挂机一下。OK，我不要。我能我怎么解决呢？300万就可以玩国际服了。对，一个行，真正的真正的外国人从没见过国际。有脚气，以后给我整容了，还好有个耳机，很快就恢复过来了。我就一个番茄，人机都能给我打穿的。有人的吗？哦，人扔反手，只有在外面，只有在外面。外面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啊！是丢雷了。怪异，他有很多嘞！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容易卡。不滚滚！哎，来，有，你这边当老六。哦，突然就在外面。他就在下面。下到那个口。快变雷了，快躲开！